300万的神门林，兄弟们，你冲我，我就冲他。我保宝没神，哎呦！对面神的我保宝没神，必须翻倒。必须犯倒，兄弟们，就这种局面不能让他把血回起来，必须犯倒。就这种局面不把他犯倒，咱们血亏，你懂吧？必须犯倒。全吧。必须翻倒，就这种情况一定要把他翻倒，你懂吧？打了一个九转，这边出小孩，变身两回合，先加野兽，下一回合飞。对面起密日变身最后一回合不得不飞，好吧，变身的最后一回合不得不飞，反正这一回合肯定是最要飞的。对面七回合鬼眼，咱们出隐身宝宝这个时候就有点亏了，有所心思要点我了。对面宝宝点了不敢按繁育，你看没有，我没有带法凡小孩，我带的是高速小孩，我操。没关系，清掉这个黑色童子还有局，把这个黑色童子清掉，局还在。里面超高速追啊，对面三弹了，给我宝宝打死了。还以为我这个是法凡小孩，你懂吧？先清两个宝宝，看一下有没有局，把这两个宝宝清掉。现在对面有鬼眼，不好出锥子。现在出锥子，对面直接可以取秒，你懂吧？别急，秒他妈宝宝秒八阿奇。他妈神一个吧，大哥！对面一看不是法凡小孩，秒八千，神一个吧，大哥！神一个就行了，不神一个真难打，神一个。神，可以，游戏。我得提前打个鬼眼，
万一宝宝死了，人我还有鬼眼，对面出引弓，你懂吧？咱们也得提前打个鬼眼，再神一个就够了。对面宝宝不敢繁育，你懂吧？再神一个就行了。出宝宝行。我操，对面直接出地厅了，咱们不是法牌小孩，对面直接换地厅了。打的是好啊，对面打的好啊。给人物顶个药，赌人物163吧。快地厅，不会没了吧？163，魔镜激发163，一刀毙命。小孩意思，对面要输。216，有鬼眼，咱们不怕引弓。就前面把他点倒了，他小孩最起码不敢按繁育了，你懂吧？他引弓是有高血鬼的，要驱咱们的力劈。宝宝繁育了。归宿，这个时候咱们出追子宝宝，因为他没鬼眼了。别生回了，几个眼了，看他这是个什么宝宝。得稍微拖一下节奏了，出不了地厅，对面有追子宝宝在。先亲小孩，宝宝打鬼眼，给锥子宝宝打鬼眼，锥子宝宝去追对面的小孩，不然对面小孩点拉了，你懂吧？现在这个操作就非常关键了。3000-4000，宝宝还差一下，人物限行对面，不让他人物出手。鬼眼给这个打，下一回出隐身了。
能让他这个宝宝动，不能让他这个宝宝动，他这个宝宝动我绝对不保，没有药了。有点亏，他脑筋没死，劈一下对面的这个宝宝，劈一下后面这个宝宝，找机会换跌听了。对面定神先擒解，叠掉解掉之后，这一把对面势必是有一把群庙的，势必对面会有一把群庙，直接换跌听，归宿点拉一手，这个时候只能补归宿神药了。宝宝起法术翻译，要么人物163，要么归宿神药，二选一。哎呦，妈了个巴子！我操！这他妈就难打了，他妈就难搞了，兄弟们，这就难搞了呀，兄弟们，这局就难搞了呀，这局他妈怎么翻啊？先限掉，先限掉。下一回对面有灵元，没跑。下一回合对面有灵元，四回合变身。这一把现在行，对面归宿点拉，定神先行直接开了，飞一把，没办法。后面宝宝伤了，不曾有机会换跌听了。定神先擒，对面确实宝宝救我的归宿不让我点了，还可以出两个宝宝，出神马没用了。出神马点拉都拉不起来了，兄弟，对面直接追你的归宿，你连点拉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哥们。还有机会，现行对面没有宝宝了，咱们有机会换跌听，把后面这个宝宝清掉，有机会换跌听的。宝宝狂暴要起来了，这个时候得运气稍微好一点了，每一回合都要保留变身才行，保留变身。只能出一个宝宝了，不能出宝宝，兄弟们，只能出一个宝宝了。给他前面这个宝宝丢个无魂，贴一下，踢一下后排。
没死。不提三宝。没有办法了，兄弟们。好吧，没有办法了。926下高敏，没办法了，兄弟们。如果地听没有他锤子宝宝快的话，基本上没了。他应该也是最后一个宝宝了。给机会了，可以。我一定要限他，因为我限他地听出手踢掉他前面宝宝，他人物出不了手，我地听下回还可以攻击，你懂吗？肯定得限啊。这一把他妈的血赚。不要急，我力劈马上要起来了。先把连把无魂丢过去，对吧？连把无魂，这一把连环金连不连死都不亏了。